这个时间段。好，现在直播开启，直播开启了，然后呢？然后就。还是稍微有点吧，但这个影响不大。他的陪读生还是有，那就上两个吧。对，他这个也遮住那一层。对对对，好，欢迎进我师傅直播间。我们现在刚将设备测试完毕了啊，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准备要开始。进我师傅直播间。你这个，好，你这个就不用看，听了就看就行了啊。好，谢谢。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对，有没有人吗？好，欢迎在线的朋友们。好，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开始啊，前面有做了几次测试，现在稳定了。欢迎各位，我师傅的粉丝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加入。手机看到没有？走了，这边看到观众进来了，对，那我们直接按我们的来吧，啊，然后大家好，我是梅仙姑梅师傅的助理，我是阿芙蓉啊，就近十几年来啊，师傅一直呢就是处于一种静养闭关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有一段很长时间呢就离开了大众的一个视野，然后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后台我一直收到很多粉丝啊，以及一些追寻者对师傅的一个关怀与问候，所以呢，我们就临时举办了这样一场直播与粉丝面对面相聚交流互动一个直播间，然后刚进来的朋友呢，欢迎大家进来。下面有请我们的梅仙姑梅师傅啊进来啊。对，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梅仙姑。然后就是大家长期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在关注我，为什么都没再出现了？在正当红的时候，就忽然间就销声匿迹，没出现了。对的，对的。这是因为呢，就是。以前那时候就是人就是正出名嘛，然后就是我就后来就是有很多人想跟着我修行或者是学习嘛，那就是后来就是他们学了一些皮毛之后，有好几个学了一些皮毛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哇比什么什么大法师都强，所以其实在我这里是这样的状态是没错，但是毕竟就是说，你越好的能力越好的灵力呢，你的作用就是你也要就是要越来越稳越沉淀，然后很多很多学习它是要经过学习之后要去验证的，然后可能我的光环，然后他们都用我的是我的学生。
在我这里学习，然后有一些皮毛，有一些名气之后，就开始自大了。对。自大了之后呢，就开始反过来对我这个师傅就开始，就提议一些有的没的，很多那个就是层次不高，或者是很多什么合作，或者是商业模式的这种作为，就是说那个，那当然就是被我拒绝。另外一个最让我最不可能接受的，就是说那个乱搞那种什么是老师爱谁啦，或者是比较宠谁啦，这种乱七八糟的师生关系啊，或者是乱搞那种男女关系，这个是在我这里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不是不可能啦，就是我自己是不会。不可能会去出现那些状态，但是呢，我底下的就是，人家说出名了就是是非多嘛，是。所以就是说开始这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在私底下就开始在那边，就有类说法，然后甚至有好几个都被我就是说，他们就给他们几次机会，叫他们要改正那些想法，好好的学习，但是他们就是不可一世了，四处去跟人家 PK，四处去跟人家斗，去跟人家这样比较，四处去别的师傅、别的法师那边，就是去跟人家就是辩论啊，去那个这个等等的出现之后，很多人反过来就觉得对我的观感就影响到我了嘛，对我的观感就是不好。对对，那个想法还有看法就不好，就觉得我是走火入魔，因为你学生那种状态就代表，就看他师傅你是不是不咋地，就是乱七八糟的，才会让你们允许让你们这些都会变成这样子嘛。是。所以我就接下来更严重的就是，因为我不为所动嘛，他们就集合起来。集合起来，在各大网络开始，因为有的被我驱离了，他就开始去搞破坏了，说什么我是神棍啊，什么我淫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我用邪法啦、什么的等等等的说法，最难听的都有，都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就是没经历过，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想说用这些。帮他们开发他们的特异功能，让他们可以去做更多为众生，更多利益众生的事。但是呢，我发现他们学了之后，不是是出去就是自大啦，出去那个，然后就是搞了一堆自己就是说磁场很乱，对，身心灵都很乱，啊，就是那个灵界的磁场一直来找麻烦，或是他们就是会影响。就开始有这些不好的负面的出来了，所以就是我就开始就，我就有收到很多那种不同空间的那些菩萨啦也好，那个就是的那些讯息说，然后我就开始检讨自己，我就要闭关，我不能就是再继续这种不好的，一直扩散，一直延续下去。就如果是为了生存，为了生活，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如果投资报酬率这样，对我们这种神通就是开的智慧嘛，是的。就是这种我对我们来讲是绝对，这个是发现错误就要赶快修正，就要检讨。对。那我去检讨我自己。我自己是哪里？那因为就不成熟，那时候也不成熟，然后又尝到了，比如说名利。当然我很小，我就对于名利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很随性的。但是我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就利用我也好，就是在我身边很亲的人呐、啊，然后就是等等等那些，或者是学生啊，就是利用我的名义。直到现在呢，直到现在我闭关十几年了，还是很多全球还是很多，用我的名义去招摇撞骗的，就比如说，可能偶尔有偶然间，
不知道从哪里认识我，有加了我的聊天软体，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就四处去显摆说他跟我认识了。对，我说就现在那个诈骗那么多，我呼吁全球大家，现在这种资讯时代，我们平常的生活跟生存还有那个就已经很不容易，嗯，就已经那个呢，还要去听这些虚假的，这些负面的，啊，包括这个延伸到。这延伸到很多不好的，所有负面的，一个在修行的人，为什么要修行？修行就是要把所有不正确的，啊，所有负面的都要修正嘛。是的。那这本身不足，能力不足的时候，就是要去学习，要去提升，要修正、学习、提升，不断的要去这样子。因为你个人你个体在进化，在你有提升在进化的话，你也会开始让你的周围或是一切你所见的一切跟你有缘分的一切有缘众生，诶，他们也是会往正能量正面的能量去发展去扩散，比如说把爱传下去啦，把正法啦正知正见这样传扬下去，才不会，因为毕竟人啊，人有很多很多层次，但他们的理解能力，或者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状态，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嗯。但是你要做到一个很通俗、很就是很真的让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就是要很合乎现实、事实，还有正面的，就是大家都会得到。好的正面的那方面的回馈，对，大家才愿意继续走下去。但是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到处天灾人祸越来越严重，因为东西你单纯的东西就是很少，好，那就这种比例这种数据就是一直就是自然现象，是，然后你看人口越多，然后就是就污染越多嘛，就是声音杂乱的各种那个状态，就是很多嘛。对，所以就会影响整个小是个人，再来就是家庭，再来就是团体，就是社会，再来就是国家，对，再来就是世界，对，再来就是整个地球，对，全球，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让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在进化，先亲近从个体，从亲近自己开始，从个体开始，从自己开始，然后才能扩散出去。你看啊，病毒啦还有什么还是不一样，就是扩散的，是出去发散的，它就扩散了。对，所以就是我就开始闭关，但是在我闭关的这十几年内，我也处理，我也没有闲着。嗯，我闭关状态是我自己在修正自己，然后自己在跟我们人哦，最大的修场，不是在佛堂，不是在道场，也不是在哪里，也不是在宗教团体。嗯，啊，就是在众生。对，跟众生对应的，没有众生就没有你，没有你这些所说的这些任何层面的这些东西了。因为没有对比，是的，所以就是说，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最近又听到很多那些不同空间、不同领域的这个，都希望正能量再出来，嗯，然后我也，出来也是另外闭关之后也该出来，嗯，就是跟着众生，就是在更多的一些。这个这种叫什么？更多的互动跟学习。对，因为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存在，都是为了众生而来，并不是为了什么，不是只为了生存。如果说我们能活着只为了生存，说吃喝拉撒睡工作，然后养小孩、赚钱存钱啥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是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对，是的，嗯。嗯，先说这样，然后我们再说吧。嗯嗯嗯。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真的很多，我很感谢，就是全球，在我闭关，我几乎我
我都不互动的状态下，还是天天有人关注我，想加我为好友。哦，那是还有很多，如果是我的粉丝呢，就是在这里跟你们说很抱歉，你们很多声音几乎有80%、90%哦，都说都问我说为什么你都不回复，都不不跟我们私讯，抱歉，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我要很多时间去学习，学习了之后还要去应用，应用要验证，验证好了之后，我必须就要去应用，应用之后，然后就去传授，传这个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能力，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就总是有限的啊，然后如果能够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一定是比那时候更成熟了，也学更多了。那现在懂得就慢慢走。那我已经也习惯了，就是说被诽谤啊，被那个，然后正好都是修炼嘛。其实所有的事件，所有的那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会出现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一定就是有某种关联，它必须出现的。所以我就是说，那我很多声音，很多空间的声音，活菩萨也好，你们说的上帝也好，很多那个都希望，诶，我出来再多做一点，出现就是多做一点，不出现的话就，就少，比较少的人知道我了嘛，能够接触我嘛，然后我也想表达说，我还好，师傅还在，十几年后我还好。我又来了，对，师傅一直都在，谢谢。哎呀，然后今天是首播，然后就是说，我本身我这个年纪，我也不太精通这个，但是我的徒弟，我的助理也是我的助理，他就擅长于这个，是工程师嘛，他是网络。还有那个建筑工程，很多工程师几乎全能，所以我就是可以一起让他帮我，就是准备好这些东西，然后首播。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你们觉得不 OK 的怎么样，大家多多包涵。以后我会继续，你们可以说，给我意见，然后我会继续，就是我们会改善。这样子，对，今天第一次首播，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容。然后，你说有人问什么？对，然后，师傅就我们在后台有一些，关注的师傅的粉丝啊，他说目前因为全球都是在疫情当中嘛，是的。然后很多人都很关心说目前这个疫情会什么时候？可以赶快过去，大家能够恢复正常一个生活，大家能够去工作、去赚钱，这样子，就想问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够快速的消退，这样子的。这一波疫情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人，全世界的人，已经就是说，他唤醒了有一些本来就不注重这些，哎，即使这个有利有弊的，就是说他患这个疫情，让大家都要注意健康，还有卫生，还有等等等这种这些的那个，已经很多。这种国家那个很落后的那个都不注重卫生，那么健康什么的，就是这是好的，就是让他们都是知道要怎么样，要勤洗手啦，要怎么样，要戴口罩啦，要保护自己啦。一直用卫另生。外，这个疫情呢，什么时候能结束？人只要有活着，就是有病。不要说结束，其实就不应该开始。那些有些国家，他就爱战争啊，爱制造这些，这也是某些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个不文明的国家嘛，啊，就是说发这个病毒都是就是生化武器这个发明出来的嘛，所以就是侵略性的或者是爱战争的国家，
是的，那个发明出来的，只要不发明那些病毒，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疫情、什么病的这个延伸了嘛。对对，所以最主要的关键，并不是大家关注什么时候说会停止，那倒不如大家去注重在是谁让这些事情、这些不好的、这些会祸害世界的、祸害地球的这个发生。对。所以大家应该是关注这一点，只要他停，他这些想要制造这些伤害生物、这个生化武器，或者是这些病毒，或者是这些武器去害人的那些停止这些念头，对，那就都不会有战争，也不会对，有灾难发生，是，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很平和，至少在忍，还有大家的生存，还有大家的压力就没有了。啊，就是某一些文明还不够前进的国家的群体，他就是要爱去发明这些。到最后，你们去看大数据啊，你们可以去看大数，自古以来爱战争的很都比那种比较和谐的那一种不好战的会比较快灭亡。对，很快被取代，因为每个人，每个只要在这个生态生存的人，他都希望是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平平静静的。没有人想要说，如果一天到晚要防着那个，一天要往要对付哪个，没有。所以为什么爱战争的人，他就是冲动，也是负面的，然后就是毁灭系的，就是要伤害人。对，你会发现哦，你付出什么，你付出什么，你就会回馈加倍的回馈什么。比如说，像一直一直累积，就是善良的人，一直累积福报，一直去帮助别人的人，你回馈的别人也是说，哎，他曾经帮过我们，我们也我们可以的，有那个能力，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去迫害别人的人，害了他就有了仇家，就有了恩恩怨怨。以后人家一天到晚就是谁要对付他，要反过来报复他，那何必嘞？所以就是原因出在哪里？不要有那个念头，是的，不要有那个念头。我就是说，我可以呼吁，就是全球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一样，我的理都是一样。我这个就是生存之道，就是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那个的，很爱战争的，很多人也问我最近那个那两个国家战争谁会赢？我跟你讲，只要战争没有人赢的，对，本来就不应该有战争，是，有战争的都是输的，对，都是消耗的，没有赢的。哎，抱歉，我说的很激动，但是我说的是事实，也就是我自己的。反正我听到什么声音也好，是我自己的那个好，我就是现在就是这种看法。是的，就如你两个小孩子打架，表就是面上是赢了，但实际上你一样会痛啊，干嘛要打架呢？是吧？和睦相处，其实这个才是一个大家比较友好、舒服的一个状态相处嘛。对呀，没什么好吵的，没什么好计较的。还有，我问过很多，就很多那个声音啊，就是很多那个都来问我，就说，好像就怎么，我其实人的念头起心动念很重要，啊，其实没有念头就没有所有的什么事件，什么这种连结，所有的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念头动了，对，起心动念，啊，是的。但是呢，像我们所有呢，所有的有一个原理哦，所有的什么老师啦，是传法者哈，或者是厉害的，我告诉你怎么区分，对，什么叫正的，什么叫邪的，是，我告诉你们怎么区分。是，还想知道。所有好的，所有那个没有，就是好的会往好的会提升的人，他都是修正自己，而且能够帮人家解决问题的人。并不是会制造问题的人，就是恶的，对，啊，然后不会制造麻烦、不会制造问题的人，
不会制造是非的人，哎，那个就是对的。对，我这人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修，我说好好做人啊，对，老实本分做人啊，对，啊，你会做什么事，你就尽能力，尽你自己的能力和本分去做就好了呀。是的，要不然你能力不够的话，还想去帮人？我跟你讲，我遇见很多那种说要传法是搞宗教的，嗯，大家都像我，人家说我是修什么的，我修菩萨道啊，嗯，我与天，我是天老天爷的这个使者嘛，奴仆嘛，我是工作者嘛，是我为了要让我的生存，这个是我的那个更好，我就只为了这个。更好的就是说以后我遇见的我听到的都是会让我很温暖的，会很好让我安心的，会让我安全的，或者是会让所有的，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我们已经把生死就是说都经历了，然后就是说你如果开了智慧，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的真相，对，很多真相，那你就不会迷惘，你也不会去恐惧，你也就自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非对错，真假对错，是非都会分辨，所以就自然就不会尽量了，至少都不会去往负面的，往坏的，或者是往不好的那个去走，因为你已经看到了真相。对，啊，那些还会一天到晚都讲那些俗的，老是计较那些俗的什么的，你跟我讲说他修到什么，他是什么。修到什么果位什么那个的，那个都是扯淡，都是扯，骗，是，不要去信，不要去听，嗯，我不能代表全球人，但我代表就是我也不会，我不会去代表任何人，我只是说以我，因为我被认定为在玄学界，在全球神通玄学界我是权威，对，所以就是说我以这个角度还有以这个立场我来说，就是说我所说的都是以我已经多年的数据，因为毕竟我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数据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嗯，我做事我办事从来不遮遮掩掩，我也不私底下跟人家说在讨那种去谈那个那个利润啊，私底下说你要给我什么的，从来没有，对，从来没有，嗯，大家是说做你的徒，我你帮我开天眼，你帮我那个开发特异功能要给你多少钱，嗯，抱歉你是什么想法，嗯，你要学那些东西干什么，嗯，还有更好笑的，他说我学了之后，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我学了之后就可以更多的去帮助人家，错，嗯，我在我这里，我的徒弟我的学生在短期时间内我都能把他们开发有一些很就一些特异功能，嗯，十个里面至少有八个，这个数据在全球还没有人超越我们先锋。是的，但是前提之下，他们也都本身还没有来，在我之前本身都有一点灵力，一点比如说眼通啊，什么什么通什么功能啊，预知能力也好，对，跟灵界沟通能力也好，嗯，但是他们发现。有那些能力真的能办事吗？如果能的话，为什么他们还会很多麻烦，很多那个来找上我们？对，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不要以为有了功能就能做更多的事。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权利、有权限的。好比说，一个警察，哎，我只是个警察，他就到处可以去的，是说我是警察，我到处我可以做什么吗？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他说那我也可以做，但是啊，他没有任何证照，没有任何让你可以有依据凭证，依据凭证你去做，但是偏偏很多人，我就发现就偏偏会去信，对，偏偏会去，那你会觉得会用这些角度，或者是需要这些、嗯，这些事件，或者是这些人是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要不就贪婪，要不就是欲望，要不然就是，就是为了名为了利。对，有所依求。啊，嗯，像我们就只有你要更多的福报，要富贵，简单，嗯，你就老老实实做人。对，你就多去植福田，善福田。对，
哎，那什么你都不用怕。嗯。那如果说你的命运有很多，就是说他遭遇的不测，他就要怪别人。我这辈子呢，我没先过这辈子，没有什么遭遇，没有那个的少，就是跳过去的，没有，就是都遭遇了，然后但是现在反过来，一般人是不是都怕鬼神呢？对，都害怕。但是我这里可以跟你们讲，鬼神是怕我没先过。因为还有很多，就是全球有很多，就是不服气，你一个女人家啥的啥的，多厉害，然后就给我弄一些巫术啦、法术啦、邪术啦来弄我，对，几乎两三天就一次，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是。但是你看的，你们大家看，我还是好好的，反正他们都是，我不怕，我等着你们来。你说很多人就说我精神不正常，但是我跟你们讲，我比谁都很正常，我反而是鬼神是怕我的，我敢讲，我绝对敢讲，但我不会主动去侵犯别人，或者是说想要干什么，因为我不是闲着。然后很多对不对？很多人说那在你面前什么都是透明的。是透明的呀，你为什么怕是透明的？像我，像我的学生，我的弟弟，我的徒弟，什么他们都不怕。对，不怕。他说："老师，我们都是做好事的，都是做善事的，对，我们都是在帮助人家的。平时就本本分分的，有家庭就照顾家庭，对不对？对，然后有工作就好好专心工作。是的。你不要去搞那些什么修行团体，去那个那边哦，很多人都在那边装。"装什么？哦，嗯，他装大这个事人嘛，很慈祥，对，这个师兄很怎样？在那边比较哦，谁供养什么东西？是，谁很会拜，很会念咒，很那个神经病？你时间浪费在那里，那是在浪费你自己时间。是的。就好比很多很多，你看哦，他想赚钱，然后去投资，然后听了一场。一个项目之后，就去开始哦，我加入了，然后又要花费时间，又要花钱去报名，然后去学习那个课程。结对，果那个项目，他投了之后，不仅没赚到钱，还学一堆东西，花费一堆时间是，啊。结果那个项目没了，做不起来了还留下一堆的麻啊。然后接下来，烦，为了又哎呦，那怎么办？亏了怎么办？那我要赶快赚钱啊，赚多一点对，钱，又听到人家给他画大饼。是。又有一个项目，他又开始去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课了，我要去有活动了，对，又要举办什么，又要去一天到晚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时间。是，你何不把那些时间，要不然好好的，要不然能好好的爱自己，要不然好好的去帮助别人嘛，是吧？对，所以我就说很奇怪，然后搞到最后还是。自己本身亏了，还是一堆，还要了一堆亲朋好友什么的，嗯。一些投资，然后到最后，人家看到你就你是瘟神，人家就不想要，不欢迎你。对，你要就知道少了人哈，脉，自己成不成功，你要看是你受不受人家欢迎，是，不受不受人家欢迎倒还其次，那再退下来，至少你要不要让人家觉得讨厌反感，对，是吧？对，你就。很多道理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偏偏的人都把自己，都觉得自己总是有比别人技高一某筹，方面有比别人对。好一点，或者是好很多。对，有钱人他就觉得他什么都对的，他什么都是了，是，他的看法，其实有钱不真正的富有是心灵，对，身心灵健康对，富有。不是什么那个物质的富有，那是，个太俗了。对，那个生来你就没有，死的时候我才在跟能你们走。讲，就是说有很多问我婚姻的，他说："老师，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对象，那怎么办？"来，我说："那这个有很多会看命的，或是各种领域的，紫微斗数的、生命灵数的、数字
数字密码那个数字能量对，数字能量。的，八字的啊。我说你去试看看，如果里面他们这个很容易嘛，对，那你去看你有没有姻缘？对，如果有的话，你就不用担不用心担了，心你有了，什么好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姻缘，那你再去补救嘛。但是没有姻缘真的就不好吗？maybe，爱有姻缘就真的好吗？那为什么理论还这么多？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我好像我的生活可以延伸很多很多很多，反正只要我还活着，话题是不断的。对，因为我们时时，因为我跟我在一起，我是实实在在的在活着。是，所以就是说，所以只要活着就不怕没有话题，没有主题。再来就是有一个特性，我的直播我是没有盈利的。甚至你们会发现我没有让人家有开通打赏功能。对，已关闭打赏功能的。对，是的。所以就说，我不像别人有那个他必须就是要有时间限制啊，你讲太多，那就少几个人进来了呀，是吧？对，少几个人来消费的那个啦。所以就说，我并不是说那个是现在的趋势哦，就是说现。这个电商啊，微商也好，什么这个模式呢，是趋势哦，是必然的。但是我是说，为什么我可以畅行无阻的，我没有限制的。因为我的言行行为，还有就是多年以来，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这边说，我也不想，我自己我也不真的不知道，我也不会说。对。要不然我如果会说的话。我会做的话，会动那些念头，我就不会去闭关这么久了，是吧？是，就是，那时候我还有个其他问题啊，请教一下师傅，就是就我们也看过很多新闻，各大一些比较正规的网站嘛，都有报道过，就是说21世纪，会有一位叫东方圣人会出现，然后呢？就报道之中哈，就说这个东方圣人他出现了面世呢，他就可以化解我们目前这个世界的危机，然后呢，让我们这个世界与地球啊重返这个盛世。就我想请问一下，就师傅你知道，因为报道中嘛还没知道这位东方圣人究竟是谁，就各大媒体评论就很多猜测嘛，就我就想请问一下师傅你能知道。这位是谁吗？东方圣人哦，我如果以我理解哈，他为什么会有一个时间段才出现？因为他是要必须有一些这个我们地球这个生态的那个人事物或国家这个聚集在一起，他是有一个时机，他要下来整顿，他要下来平衡啊。然后呢，其实东方圣人也有可能是你啊。或是我啊，或是他啊，是不是？对，所以就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我这里，我现在觉得最有那个是东方圣人的这一种合乎我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在我这里，我现在觉得就只有观世音菩萨他可以有这种能救苦救难这种能力，对对，所以就是说。是的。对，那当然，东方圣人真的有可能是你，也是他，也是我，就是说，你像这样，好，我接着就讲这个现象，就是说，近代，因为如果说你现在是这个现，如果你现在是很富饶的这个你的环境，你的国家是很富强的，你都不会去管这个有没有预言啦、啊，反正就是都很好嘛，对，安和乐利嘛，对。但是就是因为天灾人祸一直延续，一直再来，就是越来好像就是让这种生态的人已经造成不平衡，还有恐慌。所以我就说。很多就是说，就是开始去看那个预言家，对，预言家那种什么各国的预言家，什么预言什么什么的。我告诉大家，所谓不管是预言也是神，也是神特异功能那一种的其中一种嘛。啊，对。所有的神通能力，只会用来在利益众生上。
上面利益众生，对，才会灵验，才会应验。嗯，如果所有的神通你去看到的只是说都用在什么可以达到名啊利啊欲望啊，对，什么的那个的那个都不是神通，那个都是邪法。对，有目的性的，那个都是邪的。对，然后我跟你讲哦，现在有很多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很，因为人哦，现在虚拟这种时代就是科技啊，这种虚拟，所以你的知识尝试，还有说你所知所见呢，就是说你没有实际的去体验，像以前的人就很淳朴，对，他就是要吃，就是实实际的去种，嗯，是不是、啊？对，去农作物去种，嗯，才能有收成，才能有吃。但现在不是啊，你只要想办法能够有钱，对，还可以给你这个订货，就给你送到家，嗯，然后就没有那个道德，也没有什么感，就是道德沦丧。所以，如果人，嗯，人要进化，就是在最终就是人嘛，是。人是个由个体这个小细节开始，嗯，他开始你要进化，你就是要提升，要提升，提升，不是说那个怎么表达？好像就是尽量就是要进化，你就是先让自己有干扰，嗯，有干扰，嗯，就是。我组织一下啊、哦嗯，就让自己归一种平淡平那种嘛，就是心反正一样嘛，一样就是走着就是心态不要去乱，不要去负面的哦，对、嗯，就是道德，就是现在的人就少了这些实际的，比如说道德观念，对，就是观念，是还有传统，是的，都已经没有了，都丧失了，渐渐丧失了。现在很多。自己杀自己亲人的，自己什么的，自己什么，强奸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虐待的这些，为什么会现在很多很多？嗯，就是人的身体生病了。嗯，这个是在退化。是，乱了。在退化，在堕落。如果要地球进化，那必须就是要先进化自己，对自己。根正本就是自己嘛，本质本心本心嘛，个体嘛，自己的个体嘛，从这个开始嘛，是，因为所有在这边能够决定能适不适合生存的，就是如果在动就是人类嘛，人嘛，嗯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生态是人为主嘛，对对，嗯，好，那就感谢师傅、哦、感谢师傅今晚给予就空出这个时间能够给我们就分享这么多一些经验，然后以及一些师傅对目前这个时事啊社会现事态啊这些也自己独立的见解跟我们一个分享一个学习，就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嗯，对对，差不多。我要补充刚才，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补充完，就是。